传奇，也许默默守候着你，你会看到你，总是这么以为，也许默默守候着你，你会看到你。不过实在压不住自己，纸上写的全是你的名，手上画的全是你身影。不管了啦，豁了出去，嘿嘿，有话告诉你，苏格拉底和朋友谈爱，阿里斯多芬尼斯说了句，天生一刀劈下去，男男女女皆分离，从此今生相寻觅。月老庙前求姻缘问婚姻，焚香拜佛烧金纸啊先诚信，月老红线缠一圈，怎么离也离不清啊，从此今生相寻觅。在这里。